会判中间，是非审判要人办，逐流染污理智中缓慢。上弯暴逆斑斑，背背天网覆盖人间，热肠冷面我心不冷，为了公理敬我专家，法律奉情义双倍以行，我誓要将冤案推翻，记住这包黑炭，飞天还更硬，请上。唔可以，我哋住劍莊，一定唔可以收留啲來歷不明嘅人。師傅，唔通你咁狠心，由得一個弱質女子俾奸人迫害，你都視若無睹？呢位姑娘出身清流，並非清白之軀。我向來係萬藝不埋身，若果我係任人糟質，今日亦都唔會徒難道歉。姑娘，我哋住劍莊一向以嚟謝傳女色，而家祖先名分。我哋铸剑庄虽然铸嘅皆系神兵利器，不过一直严禁庄内弟子接触江湖中人俗世之事。少友，难道要我哋铸剑庄威名要为依位烟花女子而毁？师父，依兰佢虽然出身清流，但系佢从未以女色示人。就算我哋收容佢，所招惹嘅都系啲无耻嘅龟奴，又何来江湖中人？再讲。虽然我哋唔理俗世嘅事，但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。唔通我哋收容一个弱质女子，就会有损我哋铸剑庄嘅威名？你讲够未啊？难道招惹龟奴上门，所以讲成件好事咩？况且因为姑娘你已经救咗佢一次，七级浮屠已经造成啦，点解一定要留一个姑娘喺庄里面啊？师父，师伯，你讲句公道说话。你就听你师父讲啦，何必激嬲佢呢？少友，你就听你师父啦。一场水灾令我家破人亡，我被埋入清流，幸保清白。今日可以逃出魔掌，有得你相救，可见上天对我仍然有怜悯之心。看来我这条贱命就算不留在庄中，我也不会死。你对我的性情我心领了，我绝对不会留在这里给麻烦你。依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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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弟，你不觉得这个女子的身世好可怜嘅，
主，食得饭噶啦。呢度唔系你入嚟嘅，翻出去。庄主，我好多谢你收留我，但我都系人嚟嘅，我唔系狗啊！点解一直以嚟同我讲嘢都唔可以好言相对啊？姑娘，我说话过分咗，对唔住。系我鲁莽，对唔住，应该系我个。多谢你嘅饭菜啊！哎，酱爆琴佬。对唔住啊，庄主，因为一直以嚟你对我都系冷言冷语，我今日系有心戏弄你嘅，呢啲嘢系唔可以食。我准备咗啲饭菜，我而家出去攞俾你啊。哎，不必啦，姑娘，你系咪西川人？你点知噶？只有西川人先食琴佬嘅啫。以前我细个嘅时候，时时都同隔篱邻舍嘅细路仔去山边捉琴佬嘅。我仲有个花名叫琴佬黑星添。琴佬黑星系估唔到啊！你就系十五年前跟你爹出省嗰个。你点知噶？我听讲你跟师傅学艺，学嘅系打铁，唔通而家嚟咗度铸剑？咁。姑娘，你系你唔记得我啦？真系一啲都唔记得。我就系住喺你屋后边，以前细细个咧，成日叫你带我出去玩，你仲用啲琴佬吓我个小兰啊！记唔记得啊？小兰？系啊，我记起啦，你就系小兰。哼，啊，估唔到，唔怪之人哋讲话女大十八变啊！各位，今日酒味菜薄，各位多多包涵，多谢上面。上面，上面啊！李少阳，今日你师傅大喜日子，点解唔敬你师傅一杯啊？系咯，敬你师傅一杯啊，系咯。唉，打咁高兴系咪？啱啱啱。我师父老成持重，一直以铸剑房为家，竟然都可以取得如花美眷。我张少游都仲系一个人，真系知音难寻。师父，我佩服你。啊，系啦，今日咁高兴，唉，徒弟嘅敬你哋三杯。少游。你師母佢糧錢除兩好嗎？唔係咁都唔想面啊！話曬我都係你兩個媒人，冇我，你哋有今日咩？師母啊，我講得啱啊！少游，呢三杯我敬你。好，嚟，依兰，第三杯我替你干佢。等我嚟啊！好，好，依兰，你冇嘢嘛？我扶你翻休息，各位失陪。系啊。好，我祝你两个佳偶天成，白头到老。
先生，先好。醒翻啦，冇嘢嘛？冇事，我都有少少头痛。善红，你发紧烧啊？我出去请大夫。唉，唔使啦，少少风寒啫，好快会冇事噶啦。你仲好讲，头先你一见我就晕咗，我俾你吓死啊！我头先见你成手都系血，我仲以为你。刚才我喺门口劏紧今朝捉翻嚟嘅野猪，点知咁样将你吓晕，对唔住。唔紧要。你又想去边啊？我出去煮饭俾你食。唔好啦，你啱先醒翻，你好地休息下，等我去煮。你好地休息。师兄，睇嚟我哋大功告成，希望系咁啦。师兄你何出此言？唔系师兄泼你冷水，你谂一下，自从依兰过门之后，你有冇铸成过一把好剑？唉，我好担心你过分沉迷于闺房之乐。而忘记先师的遗训，这样下去会毁了铸剑庄的声誉。师兄你放心，师命又怎会为难？若然你不相信我的话，我就给你看看这把剑的威力。好劍啊！點會咁噶？點解會咁噶？點解會咁噶？師弟，你冷靜啲，冷靜啲。相公，究竟發生咩事啊？都係你，快啲出去！呢种地方从来冇女人入过嚟嘅，你快啲出去啊！大师兄你，我真系后悔当日劝师弟收留你，你反而恩将仇报，我睇我哋铸剑庄嘅声誉迟早都会俾你败坏晒。你真系咁睇我？
讲得好有道理，但系铸剑乃系师傅毕生嘅事业，我睇佢冇咁易会放弃。少游，我都知道，有时我都好怀疑咁问自己，究竟喺你师傅心目中，我系咪连一把剑都不如？师弟，可能我是小人之心，但是很多事是不能不放。老实说，论铸剑技术，逍遥是你徒弟，但论样貌口才，对女子的温柔体贴，你应该好好向她学习。相公，你点解将啲须剃晒呀？依兰，你睇下我样唔年轻咗好多。仲未了，看来我今天应该去了结他。你前世的事并未了结，你今生还会有一个劫，你前世的丈夫亦都是今世的丈夫，他就是沈明阳。向你报仇，他必定会再加害于你，他必定会再加害于你，再加害于你。不是真实的，我怎会伤害你？果然是你，果然是你。你说什么啊，善红？啊，善红，
债，都唔知要纠缠几耐。就算我留得住善红嘅心，我怕包拯都唔会放过我。我真系唔想连累你哋，你就咁由得我走啦。你要行边个教你噶？话走就走，有啲良心。婆婆，我只系唔想有负大家啫。我哋都系一家人，边个有事边个都要理。你唔系为咗我。在我哋当中可以找到从前的心上人，可以得到圆满的结局。我哋大家为你开心，大家都想帮你，但是你不领情，仲话咁样为我哋好添。婆婆，我不是不领情，只是……只是乜嘢啊？你又讲埋晒啲无聊说话系咪啊？你知唔知啊？我哋帮你。不是只是为了你，还是我们自己啊。只要你有一个好的结局，我们这帮妖人才觉得心安理得，才觉得这个天地有情，才觉得我们一生为情，不算是一个傻瓜，才觉得我这几百年受的苦不是枉费。婆婆，我明白了，少爷就跟你回去，不会再令大家担心。有人吧？善红，善红你在哪里？善红，抱佢翻去先啦，嗰个人我自有办法应付。你做咩事啊？孙龙，做咩嘢事啊？估唔到善红跟咗姓沈嘅几日，已经遭佢毒手啦。岂有此理！人呢？佢而家喺山下边，朱婆婆教训紧佢。好，我哋都去。好，去啊！吓。善红，善红。善红，善红，善红，善红。诶，点解行嚟行去呢度嘅？咁佢去咗边啊？边个鬼鼠鼠？出嚟啊！佢哋真系神同鬼啊！出嚟啊！
旁边苦苦相缠啊！咁你做咩对善红姑娘苦缠不休呢？我冇。你害咗善红姑娘一世仲唔够，今世仲想害佢？佢系我妻子，我点会害佢？你仲惺惺作态，你跟佢投胎转世就系想害佢？荒谬，一派胡言。究竟你要同佢讲个乜嘢？我话俾你听，无论如何点，你会杀生我同善红嘅。如果你乖乖地离开咧，我就免得杀生。而家睇你，你敬酒唔饮，饮罚酒啦，系嘛？师兄，系我啊！系你，你上次救过我噶，今次你又救我。多谢你，你可以记翻你，我唔系一只害人嘅扰民，我已经好高兴噶啦。少游，我条命系你救翻，我当然相信你，但系至于前世嘅事，究竟系点噶？点解会牵连到今生嘅？落生，亦即系沈明嘅。他前世誤會我和你有私情，所以他將你殺了然後自盡，但他講過他不會就這樣就算，他會回來報仇。但是你未捉我之前，我對前世的事真是一概不知，那明人他都不知道的，他为什么找我来报仇啊？你有所不知，他虽然记不起前世的事，但前世的怨气已经附在他身上，他暂时是不会对你怎样，但是不知不觉间他自然就会对你产生仇恨。他始终没有伤害过我啊，而且还对我很好添。那个婆婆会不会杀他的？你哋唔可以杀佢噶，唔可以啊！善红，忘记佢，你唔好理佢啦，佢会害你噶。唔可以，佢始终都冇害过我，或者佢唔会害我咧？佢始终都系我相公嚟嘅，你哋唔可以，唔可以，唔可以啊！你哋，善红，唔可以啊！你哋，善红。真系好辛苦，我哋翻去啦，行啦。唔得，佢唔可以跟你走。你，我同你班扰民无仇无怨，点解你一定要破坏我哋夫妻之情？如果你系为佢好嘅，你就离开佢，今世唔好再见。你哋呢班扰人，胡言乱语，妖言惑众，善红你唔好相信佢哋。我哋翻去，走啊！我帮你冇善红噶，善红。难道你真的相信他们的鬼话？难道你真的相信我会害你？你们口口声声说我会害善红，证据呢？善红，究竟谁是谁非？难道你分不清楚？我讲的句句都是真话。这件事一日未完，你都会被恶梦纠缠。你会梦见杀你的人，日日都瞓在你身边。难道这样，你可以跟他做一对好夫妻吗？张少爷，你三番四次破坏我同善红之间夫妻感情，你究竟有咩居心？如果你攞唔出证据嘅话，根本就含血喷人，我就算变成厉鬼都唔会放过你哋。好，你点先至会心服口服？你够胆同我开封府，揾包大人评理？你唔敢？好，我去。少爷，你唔可以跟佢去噶。而且我哋嘅身份已经暴露咗啦，
包拯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况且你的伤势还未好，万一……哎，婆婆，你不用再劝我，因为我听闻包拯他能够日判阳间，夜判阴间，如果他能够为善红作主，解除他的忧虑，我不顾虑得那么多，我说开封府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都会去。好，我哋走。启禀大人，铸剑山庄庄主龙祖昌求见。哦，快请。是。龙庄主，请。包大人。龙庄主，公孙先生，龙庄主，龙老庄主千里而来，为何不事先派人通知本府呢？岂敢劳烦包大人啊！老夫此行只系游山玩水，所以一个下人都冇带。咁啱路经开封，所以特嚟同各位聚一聚首，希望唔会骚扰包大人啦。岂敢岂敢！哦，老庄主请坐。包大人请。老庄主此行辛苦啦，既系游山玩水，何来辛苦啊？庄主若是不加嫌弃，不如就在府内歇息啦。老夫正有此意，谢包大人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，为龙老庄主打点下啦。学生立刻前去。哦，包大人，本夫仲有一事请教。老庄主不必客气，有话直言。记得子护卫月前曾访老夫，话有一女子能将铸剑庄嘅陈设布置描述得一模一样。老夫亦见过此女子嘅画像，简直系师弟夫人再生。虽然老夫并不相信轮回之说，但系既然嚟咗开封，好想见一见这个女子，不知道包大人能否成全呢？龙老庄主，原本者并非难事，她与夫婿正在城郊的青岩山居住，只不过怎样？本府见者女子为今生之事烦扰不清，不想再为前世之事增加佢嘅困扰，故而并未将佢与铸剑庄嘅关系讲佢听。庄主与佢相见，只怕有所不便。哦，原来系咁。走，随人之鼓，报上名来。张少友。求见青天包大人。张少游，你乱同妖人，强抢民女，扰乱公堂，曾残害四条人命，今竟敢前来喊冤，你何冤之有？青天大人，小人嘅种种恶行，只系一时情急，迫不得已，望包大人你明鉴。包大人，你切勿乱信妖邪之言啊！佢夫妇之前小人妻子，硬编出咩前世今生鬼话，而且图谋七生小人夫妻，更借助妖邪之力，以强凌弱，目无法纪，求包大人将佢定断。沈明阳，不得妖扬，本府断案自有主张。张少游，本府已经将阿方善雄判与沈明阳。你为何仲要对佢死前不休？只系人命关天，为免善雄被害，奸人得逞，小人只有出此下策，救善雄出魔掌。张少游，你口口声声言道，阿沈明阳要加害方善雄，你可有实据？沈明阳佢自己讲嘅说话就系最好嘅实证。乱讲，
我几时同你讲过咩说话？当日你临死之前，你自己讲，你一定会翻嚟报仇。真系方天下之大谬！我而家仲活生生，点会临死之前同你讲过咩说话？堂下肃静，张少游，本府对你已是百般容忍，而你满口胡言，本府岂能饶你？包大人，小人所讲嘅虽然系令人难以置信，但系我句句都系实话。小人要指控嘅唔系今生嘅事，系前世嘅事。如果大人你唔系文曲星托世，能够日审凡间，夜审阴曹，判别前世今生之大能，小人亦都唔会嚟到包大人座前告状。张少游，前世之事已了，你仲睇嚟做乜嘢？包大人，前世嘅事如果完咗，善红佢点会晚晚做噩梦，俾人追杀？如果前世嘅事完咗，我点会放弃投胎转世为人，甘心为妖，保护善红？如果前世嘅事完咗，我明知包大人唔会放过我，我都嚟到呢度申冤。小人嚟到开封府，系希望包大人你主持公道，因为小人知道沈明阳佢今生会再加害于善红，所以我先会对佢苦苦相持。包大人，小人虽唔知道前生同善红有咩恩怨情仇，不过今世能够同善红有缘结为夫妻，一定会好好爱护佢，又点会好似妖邪所言，妄加杀害善红呢？包大人，善红姑娘佢怎食不安，终日惶恐，佢同沈明阳再难成夫妇。律法不会判中间，是非审判要人办，逐流而染污，理智中缓慢，决意为邪正分界限，恶行偿还，报应不晚，悔悔天亡，覆盖人间，热肠冷面，我心不冷，为